京城有一个天河医馆，这楼不高地儿不大，事儿可真不少。他帮助百姓看小病，保护皇上立大功。哎，咱光说可不行，进去瞅瞅呗。医馆大夫朱一平就一小屌丝，胆儿挺大，心挺细，足有超人想象力，阅读神速过目不忘，大脑就算计算机，记忆能力处理能力都是杠杠的。还有那个柳若星，那就是一女神，轻功了得，精通飞镖，弹指如神通，身材高挑丰满迷人，带着一点小脾气，既善良又爱美，还有女人观察力。我就是精神名医朱一平，我没想成为什么御林军，我知道自己应该就是扶贫。什么神功和秘籍，也没有莫名其妙的咒语，我只有一群爱闹的兄弟，这就是名医的秘密。看到了自己拥有的天赋，学会了对抗敌人的套路，没什么可以惧怕的怪物，要到会来，诸葛一定会来，诸葛必须要来，诸葛一定要来，诸葛你不来我掐死，诸葛我来了，诸葛，怎么是你啊？这里就你一个人，我过来看看你过得好吗？诸葛呢？嗨，他呀。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啊，那我去找他。哎，不行，你现在是人质，怎么可以让你走呢？但是，我准备了好酒，这可是我们家珍藏的美酒，要不要来一杯啊？好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喝酒了呢？啊，喂喂喂！你在干什么？手酸啊，这么上好的酒就拿来揉一揉喽。我也疼，想让你帮我揉一揉。按摩啊。想吃本姑娘的豆腐，做梦！哎呀，一定是因为我太美丽了。菊先生，这是我们老郑家的人情事。按理说，现在以二夫人的情况是不允许人和人来谈事的，但您为了破案是个例外。不过您得快点，免得让我老郑为难。放心吧，啊，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，麻烦您了啊。哎，朱公子，二夫人这几天过得可曾还好？还好吧。我希望朱公子早日破案，为我们家老爷报仇雪恨，还可以还我们母子清白之身。这个事儿呢，包在朱某人身上，二夫人请放心。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二夫人一个问题：郑老爷平时的作息和饮食是否规律啊？我们家老爷特别精通药道和医学。他平时的作息饮食特别规律，哦，就在那天晚上我去他房间的时候，他还在鉴赏字画呢。然后，我是看着他把补药喝完我才走的。那天晚上郑老爷喝过补药？是啊，我们家老爷特别会做这些补药，
而且他怕这些补药有害，他还养了一只猫呢。他每次做完这些补药，先把这些药给那只猫喝，那些猫不仅没有任何异常，反而变得身强力壮。那只猫在哪儿？在老爷的花园里。哎，对了，二夫人，那只猫有名字吗？叫什么？有啊，它叫汪。 汪汪！这是？哎，小猫咪！哎呀，亲爱的小猫咪，听美丽、大方、善良、无敌的那个狐狸精哥哥的话啊，不要害怕，狐狸精哥哥不会伤害你的。 哥哥喂你吃鱼啊！哎，小猫咪，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猫！别擦！哎，这是重要的证物。压住它！别动啊！ 我不花了。哼，终于验出这猫屎当中的成分了。哎，狐狸精和小松子呢？狐狸精啊，洗澡去了。这个洁癖狂，我。 我真是觉得这个狐狸精啊太奇怪了。哪里奇怪了？先说这个狐狸精啊，他说他是进皇宫找哥哥的。据他所说，应该没几年吧。不过以他的资历，怎么样也像是在皇宫待了十几年的大太监才有的。再说说这松子儿，他不就是东厂的愣头青吗？怎么会认识南阳进贡给皇上的高级咖啡啊？反正啊，哎呀，行了。 疑神疑鬼是不是你们西厂的职业病啊？人家现在帮我们查案，没害我们就行了。哎呀，但愿吧。喂，你不是说验出有问题了吗？什么问题啊？哎，现在还不能说，因为还差一件至关重要的证物。刀下留人！啊，不对，火中留话。 贵妃沐浴图也不是这个啊，你能不能别凭你喜好拿呀？哎呀，这回不能错了，再错我就跟这娘娘呛一样了。有什么事儿？哎，这个绝对不会错。哎哎哎哎！注意偏心，住手！我已经知道真正的杀人凶手。 总管，请您确认一下，这幅丹药是不是郑老爷的服药方？猫矬。大家再依次闻一下这书画上墨汁的味道。
味道很奇怪啊！大家之所以会感觉到奇怪，是因为这种墨汁混合了一种药，与这药方上的一副药相混合，就会产生剧毒。所以说，送这幅画的人就是凶手。大哥，原来你就是凶手。 你们家不是有一个家规叫炸天雷的天罚吗？ 赶紧的！炸！我没有杀爹，你得相信我，你得相信我呀！三爷，你不是我杀的，你真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管家，从小你看门长大的，你不是我杀的，你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 你们居然都不相信我！好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。没错，是我杀的，因为他该死。这么多年，我为郑家做了多少事？ 我做牛做马为了什么？他居然看不到，而且还要把家业都留给这个狐狸精和这个小贱种。哎，这里面可是真没我事儿啊！哎，行行行，没你什么事儿。你住嘴！臣不以君之罪，子不以父之责。 事情已经败露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来人！杀光祠堂里的所有人！不要动！他是三连城老爷的小生，就是他！还不快动手！是家属，听我的，动手！ 全泪流，血泪滚滚，为人头石沉铁。
怎么说的？衙门来过人了，仵作说大公子是被天火击中，已经烧成了一具焦炭。天将宝玉这么在狱中还会找活来？天神降怒，难道大哥弑父真的触动了天庭，被雷活活劈死了？那四少爷，那说现在该怎么弄呢？啊，你这是问谁呢？现在大哥死了，我才是理应顺位的郑家家主。可是老爷的遗嘱，啊，那不作数。我是嫡出，又是次子，论出身，论长幼，怎么排都排不到有继来继承家业啊！二哥，爹尸骨未寒，你现在就来谋夺家产吗？哼，笑话。我现在是嫡长子，何来谋夺之说呀？郑有忠，你还真是有种啊！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难道不是应该向郑老爷入土为安吗？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就像国不可一日无君一样。郑家家主确定之前，郑家其他的事情都没法进行。我大明以忠孝立国，像你这种不忠不孝之人，我身为西厂的公务人员，怎能坐视不理啊？反了你了！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，给我杀！长子理应继承家主之位，我和有继都没什么非分之想，我只希望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在郑家有一席之地也就是了。看看，还是二娘识时务呀。您放心，只要您承认我在郑家家主的地位，您还是我的好二娘，还是咱们郑家的太君。造孽呀！府上。哎，小金金，你说郑家给这些衣服料子真不错啊，我要不要带走点？哎，你把东西放下。干嘛呀？你们这儿啊，芝麻绿豆大点事儿就收拾东西走人，哪有这样的？不是，这宅子可是被天神诅咒过的，咱要不赶紧走，肯定全死这儿。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肯定是有人捣鬼啊！什么天神诅咒，无稽之谈。说的好像自己不怕天打五雷轰似的。我还真就不怕，什么怪力乱神那的我没见过啊！想当年闹得京城满城风雨的白狐案，那不还是有人在捣鬼？少废话，有本事你发个誓啊！我发什么誓啊？我随便喽，试一试雷公会不会劈你？好吧，反正我也不信，就发给你看喽。我朱一品发誓，我这辈子没偷看过柳瑞熙洗澡。朱一品，大家好啊。二夫人，大驾诸位了，我今天过来呀，是专门谢谢大家在祠堂对我的鼎力相助，为我们孤儿寡母的说话。哎，二夫人，您言重了，这都是我们的分内之事。嗯，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，大家尝尝啊，聊表心意。那我就不打扰了啊。哎，二夫人，请留步，晚辈有一事想当面请教二夫人。朱公子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不知道二夫人是否记得一位叫郑载农的人？的确有这么一个人，他跟我们家老爷呀是远房亲戚。论辈分，我们家那几个儿子应该叫他一声七叔。
前些日子过来过，他不为投奔，只为了跟我们家老爷呀闭门讨论了半个月的易德药道，就离开了。哦，对了，前些日子呀，寄来一封信，神神秘秘的。那不知二夫人可知那信的内容？这个我没看过，谈何记得？啊，那就不多问了，多谢二夫人事情相告。你们先忙。 不吃不喝不眠不休，觉天天不灵，觉地地不应也好啊！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不是吧？我没听错吧？几日几夜不吃不喝不眠不休，是你这个样子吗？不仅那样，早就去见郑老爷了吧？你看他，咒我死！罪毒妇人心。若曦，你别说他，他也不容易，被人抓去关了好几天，肯定吃了不少苦。他吃苦，他是吃了不少饭吧？你看看他的嘴角。 郑在农的信件最有可能的就是放在郑老爷、郑元松的房间里面。那还等什么？进去呗。哎，郑有重信在日夜都在里面守着，说是要找郑家的地契，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骗出来。嗯，然后呢？他让你色诱郑有重。你怎么来了？看热闹呀。我不敢。哥哥，怎么可以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？安娜，你想。 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没吗？你流鼻血了？啊？哎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我刚去那个隔壁二夫人那要了杯热茶。老二呢？你说郑有重啊？郑有重，我看他去隔壁那屋子了呀。怎么了？那是若曦的房间。二公子一路走好啊！屁呀，赶紧看看。你走走走。哇，女神。 哎呀，我们施展这么少的变形了！女神，竟是变吃我们！别什么别！你这提案居然用完了啊！早就知道你们要偷我们郑家的信件，没关系，我都藏好了，我上厕所都带着。不知道二夫人是否记得一位叫郑在农的人？的确有这么一个人，他跟我们家老爷呀是远房亲戚，论辈分。 我们家那几个儿子应该叫他一声七叔。现在呢，要么让这妞儿继续陪小爷玩玩，要么你们就再也别想知道这信里边写的是什么内容了。哎，若曦，皇上把你指控给我，我们
也算是有名无实。今天呢？干嘛？麻烦，简单粗暴一点不好吗？我说的就是啊，给我打啊！啊永远找不到郑散农，把他给我滚出郑家！哇塞，我也没想到那个三公子胃口这么好，一整封信都吃下去了，太厉害了！大丈夫志在天下，你为何偏偏执着于这个小小的郑家？海阔凭鱼跃，外面的世界才是你施展抱负的空间呢，儿子。凭什么呀你？爹把郑家留了给我，遗嘱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凭什么我要拱手让给二哥和三哥？他们两个，一个成天和寡妇私会，另外一个还和郑载农这个疯子做兄弟，还交往甚密。没准他哪天真听郑载农的话，一把火烧了整个郑家庄。哇！他们在说什么？怎么还打起来了？原来三公子和郑采农的关系这么密切，这样的话一切就好解释了。嘟嘟嘟嘟嘟。今天这么早就睡了。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三公子郑有书一定和郑载农关系匪浅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搞定郑有书，让他将他所知道一切关于郑载农的情况向我们和盘托出。这呢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。我们这次行动的代号是你整不死我，我整死你行动，明白了吗？ Yes sir。 刘松怎么了？那朱少侠，我这个身体这两天有点不舒服，各位我就先走了，我不参加这个行动。哎，别走别走，来我给你看看哪儿不舒服。不是，我哪这两天都不舒服。事儿我记得你好像干过一次，你是在搞笑吗？哎呀，二公子，我知道你以前对人家还是很热情的，你不要不好意思。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谢谢，再见。哎呀，走。等一下，今天我要教会你做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行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贝里拉！哎，你别乱喊呀！哎，贝里拉！贝里拉！哎，你别乱喊呀！喂喂喂！哇，浮夸的演技。你去哪儿了？你快出来呀，小娘子！哎呀，二公子，你就告诉我郑大哥在哪儿吧。他是我的恩公，他是我的恩人，他现在有危险，我要去救他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不告诉我，我就会死不瞑目。我死不瞑目了之后，我天天趴你家窗户。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先松开，你松开。我跟你说，我是真不知道郑载农的消息。你先放开我。你不要这么快的拒绝我，我真的有急事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把郑大哥给我的宝物我给你，你看一下，总归相信我了吧？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这是非逼我知道不可呀！哎，那行吧，你先把礼物拿来，我看看。莫非朱一品真的能帮到郑大哥？不行，不能把郑大哥的心血交给二哥。哎，我才是郑大哥的好朋友，小伙伴，我才是郑大哥的好朋友。那个，我能帮你，你把宝贝给我。怎么证明你是郑恩公的好朋友啊？我带你去见他，咱们下午出发。那咱们就各自回去准备一下吧。啊，等你信儿啊，准备一下啊。嗯。那个什么情况啊？不是有礼物吗？找到的线索，你不开心啊？你们不觉得少一个人吗？小松子，哎呀，好香。嗯，加孜然就好了。哎，孜然放多了对身体不好。当然了，张莹也不好。哎，小松子，快吃，好鸽子，老香了，香的不得了。鸽子，嗯。什么？干嘛？是不是有人今天刚打下来的？嗯。这是我的鸽子，风暴你的鸽子吧？我，这，你我，这你什么你我什么我？我生平最恨的就是叛徒，不看我不废了你！哎，小松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。不是，这鸽子是我的，放也是我放的。但我是想让他出去勾搭几个公鸽子回来，顺便带几个小鸽子给咱们换点盘缠。这没想到那个安安跟狐狸精给吃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少废话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？鸽子腿上绑了一封信，是你写的吧？什么信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打开看看不就知道啦？我就认识一个字儿。什么意思啊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东指的就是和我们西厂享有同样特权的东厂。小松子，你向东厂传递信息，暴露我们的行踪啊？哪用说嘛，一看他就是个探子。说，你拿了多少好处？小松子，我之前不讨厌你的。小松子，你有什么难处跟我们说，我们大家一起解决。你这样就还解决什么？就应该废了你！哎，朱少侠，你不相信我了？小松啊，你走吧。嗯。你要赶我走啊？语文御膳房教的，听不懂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次我放过你，下次呢再监视我们，你就是我们的敌人。那事情已经这样了，
说什么大家也不能听我解释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后会有期。这就放过他了。你走吧。想不到，居然有个小人混在我们中间。还好我没跟他说太多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把心思放在郑在农身上。朱先生，都准备好了。走吧。哎，抱歉啊，我只能带朱先生一个人去。没事，我回去跟他就是。郑恩公在哪儿啊？恩公啊，我郑大哥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对你有恩啊？你行了，别装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你别有用心了啊！今天我不但不让郑大哥见你，而且我还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里荒山野岭的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算你命大，哎！说，是不是你这个叛徒？哎，哎，你别这么冲动。今天要是没小松子，我就死在山坡上了。哎，刘松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你说出来。其实，那个"东"字，不是东厂的意思。是京城东大门的意思。我家的地址，只不过是我想家了。想着想着就想写封信，写着写着就哭了，信纸就被我哭花了。我怕你们笑话，所以我就没敢告诉你们。在呢，等咱们抓完郑宰龙就能回家了啊！虎哥在呢啊！没事没事。王八蛋！哎，你去哪儿？一定是郑有书，我要去废了他。你废谁呀？你一天废这个废那个，万一弄错了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嘛？我就眼睁睁的看你吃亏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。讨厌，每次都吓林阿姨一跳。这么晚来了，林阿姨等了这么久不理你呢。哎呀，见你我要梳洗打扮呀。
人家听说你哥已经被雷给打死了，那万一今天晚上要是再打雷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看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大晴天的，又没下雨，哪来的雷呀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才是天雷地火呀！哎呀！刘姑娘，吃个鸡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朱大夫，又出事儿了。到你们家就没一天消停日子，又谁出事了？哎，我赌一两银子啊，肯定不是暴力狂三少爷。我跟，我跟，我也跟。我不跟，我凭什么跟他一样？我赌十两银子，我赌三少爷害人。那你几位就不要再赌了，好吧？这出事儿了，三少爷出事儿了，你们快去救人呐！啊！我好了，出事儿了！这回是真出事儿了，是二少爷，二少爷被劈死了。这是一根金丝，有芒硝的味道。越相拥，越走到分离，越相拥。